射到草丛里面，夸张。危险的耶，在草丛里面找垃圾。你们不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吗？哇，然后有生意哦！不要怀疑，不要看了，要行动。没事，帮我。好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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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曾经没有用。满载而归。满载而归，满满的。看那边啊，那看我。满载而归，但是你是半载罢了。好，欢迎光临，欢迎你们来到丹江比达拉。哎呀，老爷！哎，来一点借海边的感觉。我的，哎呀！奇怪，你们来海边都是带垃圾来的。你看到没？那还加一点垃圾。等一下，看到发现什么新发现？耶稣啊！我要zoom，你给我拿掉，你要打什么？啥问题啊？这是耶稣的爱。我是垃圾收到一半。半个小时就这么多垃圾了。耶！送完。垃圾袋不够。啊，小朋友，请问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一个很简单的。他要把里面的水倒出来。请问要怎样把里面的水倒出来？来玩一个游戏来。想办法弄它出来，就奖金了。通常这种问题是很难有答案的。来，杜可学的来解决一下。来。哎，有一点有胶，刷有胶，喂，厉害哦！今晚要见到有新的，哈哈哈哈哈。